开经济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行如来真实道，愿证如来真实境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，如来出现品第三十七之一。尔时，世尊从眉间白毫相中放大光明，明如来出现，无量百千亿那由他阿僧祇光明以为眷属，其光普照十方尽虚空法界一切世界，又绕十匝，显现如来无量自在，觉悟无数诸菩萨众，震动一切十方世界，除灭一切诸恶道苦，应蔽一切诸魔宫殿，显示一切诸佛如来作菩提座成等正觉，即以一切道场众会作是是已，而来又绕菩萨众会，入如来兴起妙德菩萨顶，时此道场一切大众身心踊跃，生大欢喜，作如是念：甚其稀有，今者如来放大光明，必当演说甚深大法。尔时如来兴起妙德菩萨于莲花座上，偏袒右肩，右髻合掌，一心向佛而说颂言：正觉功德大智出，普达境界到彼岸，等于三世诸如来，是故我今恭敬礼，以生无相境界岸，而现妙相庄严身，放于离垢千光明，破魔君众咸令尽，十方所有诸世界，悉能震动无有余，未曾恐怖依众生，善事威神力如是。虚空法界性平等，以能如是而安住，一切寒生无数量，咸令灭恶除众垢，苦行勤劳无数劫，成就最上菩提道，于诸境界至无碍，与一切佛同其性，导师放此大光明，震动十方诸世界，以现无量神通力，而复还来入我身，决定法中能善学，无量菩萨皆来集，令我发起问法心，是故我今请法王。今此众会皆清净，善能度脱诸世间，智慧无边无染浊，如是贤圣贤来集，利益世间尊导师，智慧精进皆无量，今以光明照大众，令我问于无上法。谁于大仙身境界，而能真实具开眼，
谁是如来法长子？世间尊道愿显示。尔时如来即于口中放大光明，名无碍无畏，百千亿阿僧祇光明以为眷属，普照十方尽虚空等法界一切世界，又绕十匝，显现如来种种自在，开悟无量诸菩萨众，震动一切十方世界，除灭一切诸恶道苦，应蔽一切诸魔宫殿，显示一切诸佛如来作菩提座，成等正觉，即以一切道场众会，作是事已，而来又绕菩萨众会，入普贤菩萨摩诃萨口，其光入矣。普贤菩萨身即狮子座，过于本时及诸菩萨身座百倍，唯除如来狮子之座。尔时如来兴起妙德菩萨，问普贤菩萨摩诃萨言：佛子，佛所示现广大神变，令诸菩萨皆生欢喜，不可思议，是莫能知，是何瑞相？普贤菩萨摩诃萨言：佛子，我于往昔见诸如来应正等觉，示现如是广大神变，即说如来出现法门，如我为忖，今现此相，当说其法。说是与时，一切大地悉皆震动，出生无量问法光明。时兴起妙德菩萨问普贤菩萨言：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应云何知诸佛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之法，愿为我说。佛子，此诸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菩萨众会，皆久修净业，念会成就，道于究竟大庄严岸，具一切佛威仪之行，正念诸佛未曾忘失，大悲观察一切众生，决定了知诸大菩萨神通境界，以得诸佛神力所加，能受一切如来妙法，具如是等无量功德，皆已来及。佛子，如已曾于无量百千亿那由他佛所成事供养，成就菩萨最上妙行，于三昧门皆得自在，入一切佛秘密之处，知诸佛法，断众疑惑，为诸如来神力所加，知众生根，随其所乐，为说真实解脱之法，随顺佛志，演说佛法，道于彼岸，有如是等无量功德。善哉佛子，愿说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之法，身相言音心意境界所行之行，成道转法，乃至示现入波涅盘，见闻亲近所生善根，如是等事，愿皆为说。时如来兴起妙德菩萨，欲重明此意，向普贤菩萨
而说颂曰：善哉无碍大智慧，善觉无边平等境，愿说无量佛所行，佛子闻已皆心庆，菩萨云何随顺入，诸佛如来出心事，云何身与心境界，己所行处愿皆说，云何诸佛成正觉，云何如来转法轮，云何善事波涅盘，大众闻已心欢喜，若有见佛大法王，亲近增长诸善根，愿说彼诸功德藏，众生见已何所获，若有得闻如来名，若现在世若涅盘，于彼福藏生深信，有何等力愿宣说，此诸菩萨皆合掌，瞻仰如来人及我，大功德海之境界，敬众生者愿为说，愿以因缘及譬喻，演说妙法相应义，众生闻已发大心，一尽至境如虚空，如遍一切国土中，诸佛所现庄严身，愿以妙音及音喻，是佛菩提亦如彼，十方千万诸佛土，亦那由他无量劫，如今所及菩萨众，于彼一切悉难见，此诸菩萨贤恭敬，于微妙意生可仰，愿以静心俱开眼，如来出现广大法。二时普贤菩萨摩诃萨告如来兴起妙德等诸菩萨大众言：佛子，此处不可思议，所谓如来应正等觉，以无量法而得出现，何以故？非以一缘，非以一事，如来出现而得成就，以十无量百千阿僧祇事而得成就，何等为实？所谓过去无量摄受一切众生菩提心所成故，过去无量清净殊胜智乐所成故，过去无量救护一切众生大慈大悲所成故，过去无量相续行愿所成故，过去无量修诸福智心无厌足所成故，过去无量供养诸佛教化众生所成故，过去无量智慧方便清净道所成故，过去无量清净功德藏所成故，过去无量庄严道智所成故，过去无量通达法义所成故。佛子，如是无量阿僧祇法门圆满，成于如来。佛子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，非以一缘，非以一事，而得成就，以无量缘，无量事，方乃得成。所谓星布大云，降树大雨，
四种风轮相续为一，其四者何？一名能持，能持大水故；二名能消，能消大水故；三名见利，见利一切诸处所故；四名庄严，庄严分布贤善巧故。如是皆由众生共业及诸菩萨善根所起，令于其中一切众生各随所宜而得受用。佛子，如是等无量因缘，乃成三千大千世界，法性如是，无有生者，无有作者，无有知者，无有成者，然彼世界而得成就。如来出现亦复如是，非以一缘，非以一事而得成就，以无量因缘，无量事相，乃得成就。所谓曾于过去佛所听闻受持大法云雨，因此能起如来四种大智风轮。何等为四？一者念持不忘陀罗尼大智风轮，能持一切如来大法云雨故；二者出生止观大智风轮，能消结一切烦恼故；三者善巧回向大智风轮，能成就一切善根故；四者出生离垢差别庄严大智风轮，令过去所化一切众生善根清净，成就如来无漏善根力故。如来如是成等正觉，法性如是，无生无作而得成就。佛子，是为如来应正等觉出现第一相，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。复次，佛子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，将欲成实，大云降雨，名曰红树，一切方处所不能受，所不能持，唯除大千界将欲成实。佛子，如来应正等觉亦复如是，兴大法云，语大法语，名成就如来出现，一切二乘心智狭劣所不能受，所不能持，唯除诸大菩萨心相蓄力。佛子，是为如来应正等觉出现第二相，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。复次，佛子，譬如众生以业力故，大云降雨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如来应正等觉亦复如是，以诸菩萨善根力故，兴大法云，语大法语，亦无所从来，无所至去。佛子，是为如来应正等觉出现第三相，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。复次，佛子，譬如大云降数大雨，大千世界一切众生无能之数，若欲算计，徒令发狂，唯大千世界主摩西首罗，
以过去所修善根力故，乃至一滴无不明了。佛子，如来应正等觉亦复如是。兴大法云，语大法语，一切众生声闻独觉所不能知，若欲思量，心必狂乱。唯除一切世间主菩萨摩诃萨，以过去所修觉慧力故，乃至一文一句入众生心，无不明了。佛子，是为如来应正等觉出现第四相，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。复次佛子，譬如大云降雨之时，有大云雨，名为能灭，能灭火灾；有大云雨，名为能起，能起大水；有大云雨，名为能止，能止大水；有大云雨，名为能成，能成一切摩尼珠宝；有大云雨，名为分别，分别三千大千世界。佛子，如来出现亦复如是。兴大法云，语大法语，有大法语名为能灭，能灭一切众生烦恼；有大法语名为能起，能起一切众生善根；有大法语名为能止，能止一切众生见惑；有大法语名为能成，能成一切智慧法宝；有大法语名为分别，分别一切众生心乐。佛子，是为如来应正等觉出现第五相，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。复次佛子，譬如大云雨一味水，随其所语无量差别，如来出现亦复如是。雨于大悲一味法水，随一说法无量差别。佛子，是为如来应正等觉出现第六相，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。复次佛子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初始成时，先成色界诸天宫殿，次成欲界诸天宫殿，次成于人及于众生诸所住处。佛子，如来出现亦复如是。先起菩萨诸行智慧，次起圆觉诸行智慧，次起声闻善根诸行智慧，次起其余众生有为善根诸行智慧。佛子，譬如大云雨一味水，随诸众生善根异故，所起宫殿种种不同；如来大悲一味法语，随众生气而有差别。佛子，是为如来应正等觉出现第七相，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。复次佛子，譬如世界初欲成时，有大水声，遍满三千大千世界，生大莲花，名
如来出现功德宝庄严，遍覆水上，光照十方一切世界。时摩西首罗净居天等见是花矣，既决定知于此劫中，由尔所佛出兴于世。佛子，尔时其中有风轮起，名善净光明，能成色界诸天宫殿。有风轮起，名净光庄严，能成欲界诸天宫殿。有风轮起，名坚密无能坏，能成大小诸轮回山及金刚山。有风轮起，名甚高，能成须弥山王。有风轮起，名不动，能成十大山王。何等为十？所谓屈陀罗山、仙人山、伏魔山、大伏魔山、持霜山、尼林陀罗山、目真林陀山、摩诃目真林陀山、香山、雪山。有风轮起，名为安住，能成大地。有风轮起，名为庄严，能成地天宫殿、龙宫殿、前闼婆宫殿。有风轮起，名无尽藏，能成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大海。有风轮起，名普光明藏，能成三千大千世界诸摩尼宝。有风轮起，名坚固根，能成一切诸如意树。佛子，大云所语一味之水，无有分别，以众生善根不同故，风轮不同，风轮差别故，世界差别。佛子，如来出现亦复如是，具足一切善根功德，放于无上大智光明。明不断如来种不思议智，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与诸菩萨一切如来灌顶之际，当成正觉初兴于世。佛子，如来出现复有无上大智光明，明清净离垢，能成如来无漏无尽智，复有无上大智光明，明普照，能成如来普入法界不思议智，复有无上大智光明，明持佛种性，能成如来不轻动力，复有无上大智光明，明迥出无能坏，能成如来无畏无坏智。复有无上大智光明，明一切神通，能成如来诸不共法一切智智。复有无上大智光明，明出生变化，能成如来令见闻亲近所生善根不失坏智。复有无上大智光明，明普随顺，能成如来无尽福德智慧之身，为一切众生而作饶益。复有无上大智光明，明不可究竟，
能成如来甚深妙智，随所开悟，令三宝种永不断绝。复有无上大智光明，明种种庄严，能成如来相好延伸，令一切众生皆生欢喜。复有无上大智光明，明不可坏，能成如来法界、虚空界等殊胜寿命，无有穷尽。佛子，如来大悲一味之水无有分别，以诸众生欲乐不同，根性个别，而起种种大智风轮，令诸菩萨成就如来出现之法。佛子，一切如来同一体性，大智轮中出生种种智慧光明。佛子，汝等应知，如来于一解脱位出生无量不可思议种种功德。众生念言，此是如来神力所造。佛子，此非如来神力所造。佛子，乃至一菩萨不于佛所曾种善根，能得如来少分智慧，无有是处，但以诸佛威德力故，令诸众生具佛功德，而佛如来无有分别，无成无坏，无有作者，亦无作法。佛子，是为如来应正等觉出现第八相，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。复次佛子，如一虚空起四风轮，能持水轮，何等为四？一名安住，二名常住，三名究竟，四名坚固。此四风轮能持水轮，水轮能持大地，令不散坏。是故说，地轮依水轮，水轮依风轮，风轮依虚空，虚空无所依，虽无所依，能令三千大千世界而得安住。佛子，如来出现亦复如是，依无碍慧光明起佛四种大智风轮，能持一切众生善根，何等为四？所谓普摄众生皆令欢喜大智风轮，建立正法令诸众生皆生爱乐大智风轮，守护一切众生善根大智风轮，具一切方便通达无漏界大智风轮，是为四。佛子，诸佛世尊大慈救护一切众生，大悲度脱一切众生，大慈大悲普遍饶益，然大慈大悲依大方便善巧，大方便善巧依如来出现，如来出现依无碍慧光明，无碍慧光明无有所依。佛子，是为如来应正等觉出现第九相，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。复次佛子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既成就矣，饶益无量种种众生，所谓水族众生得水饶益，陆地众生得地饶益，
宫殿众生得宫殿饶益，虚空众生得虚空饶益。如来出现亦复如是，种种饶益无量众生。所谓见佛生欢喜者，得欢喜意；住境界者，得境界意；住诸禅定及无量者，得胜出世大神通意；住法门光明者，得因果不坏意；住无所有光明者，得一切法不坏意。是故说言，如来出现，饶益一切无量众生。